各位听友您好，之前说到的《天子脚下》这部书呢已经上架了，为了答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这部专辑呢从今天起到2021年的2月18日都是可以免费收听的，然后呢每天晚上8点准时更新一集。如果喜欢呢，希望您能够通过啊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表达一下对熊猫的小小鼓励。天子脚下，熊猫等你，不见不散哦。